咱们上回书说到，《西游记》是真假美猴王，相当的精彩呀、啊。那李笑模仿的牛逼。哦，嘿嘿嘿，俺老孙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，你是假的。我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，你是假的，你冒充的我，你假的，我真的，我真的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我真的，我真的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来了两个猴子？到底哪个是大师兄啊？啊！嘿嘿，八戒，你忘了吗？当年俺大闹天空的时候，你乃是天蓬元帅。八戒，你忘了吗？当年俺到弼马温的时候，你也是天蓬元帅啊！师傅，我肉眼凡胎，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，要不您念个紧箍咒得了，这俩猴子谁疼，谁就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猴儿莫嚷，为师念念咒语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吃葡萄不吐。师父别念了，疼死我了！师父别念了，太疼了！师父求你了！师父还是让两个大师兄去找西天如来佛祖去吧。哦，嘿嘿，沙师弟所言极是，沙师弟你说的太好了，你敢去吗？我敢去，我敢去，你敢去吗？我敢去，走走。佛法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这两个泼猴定有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假，待为佛施法于他。哦，原来是石缝里的六耳猕猴害了俺的师父，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，我岂能饶你。悟空，不要随意杀生，快快救你的师父去吧。哦，嘿嘿，多谢佛祖，俺老尊去也。